好，谢谢毅宁。现在呢，毛毛台风虽然呢逐渐对台湾的影响是减弱了，不过呢，它的外围环流是带来不少的风雨哦。那么在宜兰这边，也从上午开始有零星大雨的出现了，尤其就是山区的部分了。也因此呢，在这个宜专宜线上是有部分路段开始出现了落石，掉落的这个树枝石块是阻挡了道路的通行。那么根据这个气象局最新的资料就显示了，截至到下午的2:50，翠峰湖的降雨是全台最高，有168.5毫米。另外呢，太平山则是有125毫米。提醒，目前太平山就还是休远的状态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，给您崭新视野。